好，同学，那我们就很快的大概讲一下我们这学期要上什么东西了哈。那基本上统计学是在做什么？我们什么时候用到统计学？同学应该都不是呃纯理工背景上来的吧哈，所以你们大概都是 suppose 有一些接触过各种应用的，特别是比方说生物统计学这这一类的问题，应该都有学过生统一嘛，对不对？有吗？有啊，有没有没学过生生物统计学？ 初等统计学了哈，初等统计学里面也有一些例子嘛，大概告诉你统计要做什么事情嘛。所以统计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去呃干嘛？去推论一个未知的现象，对不对？未知的现象嘛，哈。所以你你你要用统计学，你一定有一个呃，你有一个问题，一个 problem 的 formulation，、嗯、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肯定有一个一个一个实验啊，有一个去收集资料的过程啊。那这个 population 就是你关心的一个东西。 那通常我们就会有个 random variable 嘛，对不对？它来描述啊，代表你实际上感兴趣的那个东西啊，比方说最无聊的例子啊，身高、体重啊这类的例子啊。那我想要了解的是一个 population 的行为嘛。 我想要了解的 population 的行为啊，那当然我看不到 population，所以我需要透过资料啊，那所以这个在描述的过程中，我们透过一个 random variable 在描述什么？它代表的是身高嘛？假设是身高啊，或是某种的呃 population 抽样出来的 realization。那我们对这个 x 感兴趣。 这是一个讲的很很很很很不不确定的一个语言了、啊。什么叫做对 x 感兴趣？我们是对 x 的实际的数值感兴趣吗？当然讲是这样讲，我对这个人这个群体的身高感兴趣，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对这个 x 感兴趣嘛。x 在描述的是我抽样的身高的实际看到的数值，这是一个随机变数。讲 r e n d e m variable 这个字知道吗？哈。 啊，它在描述一个随机的行为的一个结果，它是一个 random variable。但是我并不是对它感兴趣，我对它，我到底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对这个 random variable 所描述的那个 population 感兴趣嘛，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是来自于一个 population 的行为。好，所以我对的，我感兴趣的是这个 x。 它背后的那个 population 啊，讲的比较广义一点，就是它背后那个母体的的特定的某种行为感兴趣。比方说平均身高这件事情，啊，所以 population 就是这个班级，啊，我去抽样 random variable x，x 代表的是每一个人的身高。我对这个 population 的平均数感兴趣，啊，我对这个 population 的 variance 感兴趣，啊，各式各样的行为，哈，我对它感兴趣。 所以我想要研究它。所谓的研究这个 random variable，我并不是要去研究 random variable 的 realization 的数值，我要研究它背后的 population。好，重点是它的 population 的行为。好，那什么叫做对 population 做推论呢？什么时候我可以说我对这个 population 充分的了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一个比较精准的描述？现在讲的还是很很浮浮的嘛？什么叫做对母体推论呢？ 我知道有随机变数，它是从这个 population 出来的嘛，对不对？然后我想要去研究它，那什么时候我我可以说，哎，我对这个 population 有充分的了解，知道它的什么集合，你就全部看过，是不是？啊，那个如果全部看过，那就叫普查了，那就不叫统计。我就是看不到嘛，所以势必有随机性。统计跟普查的最大的差异就在于，统计是看不到全部的资料，看到全部资料。 那就没有没有 randomness，算出来多少就多少，对不对？假设这个班级人就这么多，全部全部加起算出来算平均数，那个就是 population 的命，完全没有 variance，百分之百正确。好，那叫普查啊。统计的宗旨就在于我我没有办法看到全部 population，所以我必须要承认某种的随机性，对不对？那在这种有随机性的行为之下，什么叫做我对这个 population 有充分的理解？ 我们的推论的标的是什么？分配，分配是什么？分配在描述什么？描述那个随机性嘛。我们透过你可能，我们学统计学有学过 distribution function 啊，或是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probability mass function 啊，或是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啊、Cum Dist Fun 这些东西，有各式各样的函数啦。但基本上目标是一致的。 我尝试去描述这个 population 的这个随机性、随机行为嘛，对不对？所以它背后就会有一个东西告诉我，诶、欸，它的 randomness 是怎么样去计算的？所以伴随着那任何一个随机变数，当你的问题定下来了，你的 population 定了啊，那就会有一个 probability function 去描述说，诶、欸，跟这个随机变数。 来自的这个母体产生的各式各样的可能的东西的随机性，怎么样去描述嘛？好、啊，任何 X，任，既然是随机变数，它具有一个描述随机性的一个函数，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probability function。那这个 probability function input 是什么？ P 是几率的，对不对？既然叫 probability 方 n 所以它的数值就是在零到一之间嘛，对不对？那 input 是什么？input 就会涉及到你所有能想象到的各种可能的事件，对不对？event 嘛，我在描述的是这个随机变数，比方说身高大于一百五的几率是多少？ 啊，身高介于一百六到一百八的几率是多少？啊，体重在平均数正负两、啊、正负二之间啊发生的几率是多少？你会有各式各样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来自于当初的那个 scientific interest，你对这个 population，你到底关心什么事情，就会衍生出不同的事件。我对这个事件的描述来自于你随便给我一个 event A，我可不可以去量测它的 probability 嘛？对不对？这个 A 是 event。 听过这个字吗？事件。好，所以到时候我们的下一堂课开始，我们会先 review 一下什么叫做 event，还有构成 event 这些东西的所谓的 set theory。我们的第一个主题会讲，去复习一下 set theory。为什么？因为我们关心的那个随机性的描述、量测的函数是定义在各式各样可能的事件之上，而事件就是所谓的。 Sample space 的一个 subset。好，这些字眼我们下礼拜会再提一次了。好，那 sample space 当然就来自于你的随机变数可能发生的数值的 possible。假设身高那就是一个正整正数。啊，这这是你的 sample space。 那由这个 simple space 所 space 定义出来的事件啊，你可能对它感兴趣。这个 A，啊，我希望去描述的是这个，好去了解这个东西。好，所以原始的 probability function 是定义在 event 上面的。input 是 event，啊，output 是一个零到一的。所以在这样的架构之下，我说我对这个 population 的这个呃。 随机变数啊，你要讲随机变数也好，你要讲 population 也好，哈，我对它有一个充充分的了解的意思是什么？从这个语言的观点来说的意思是，你随便给我一个 event，我都可以告诉你这个量是多少，同意吗？你给我一个事件，我告诉你几率是零点七，你任何事件给我，我都可以给你一个零到一的数去描述它的可能性。那这样子，我就对这个 population 的所有的随机机制都有充分的了解了嘛，对不对？ 这样可以接受了。好，我们并不是去对这个随机变数本身的数值感兴趣，因为那没有意义。这一次抽跟下一次抽就不一样。我们想要去了解的是它背后的随机性。好，所以在这样的结构之下，我真正关心的其实是这个函数。好，由这个 random variable 所对应的这个 probability Function，它到底怎么样去量测各式各样你可能产生的事件的可能性？好，所以我的 target。 是这个，这个随机变数所伴随的这个 probability function。好，所以我们的 topic one 会先 review 一下我们什么叫做 set theory，还有什么叫做 probability function。好，这样的概念，这些东西在几率论会提一下。好，那我们就把我们将来会用到的的几项重要的事情，好，我会在下一堂课很快的 review 一下。 好所以这是 Topic One 啊，啊，大概会来讲一下这些事情，啊，一些几率的工具啊，集合论等等的。好，那第二件事情是。 如果你现在有了这样架构，一个 random variable 来自于一个 population，它有对对应的一个几率函数，那我也知道我想要去研究它，可是研究这个东西其实很麻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是一个 probability function，它的 output 是零到一的数值没有说但是它的 input 给它的东西，我们刚刚讲 probability function 是定义在 set 上面嘛，事件上面的 input 是 set，output 是零到一的嘛，啊、哦。 所以这个函数其实相当麻烦，理由是因为这个 a 有各式各样的可能，太多种，它的描述上不好描述，数学分析也不好去处理，好，种种遇到一些问题，好，但是几率学家告诉你，其实你不用这么麻烦，它有一个等另外一个等价的研究的标的，哈，就是我们可以考虑以下这件事情。 我们根据这样的几率函数，我去定义出来另外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呢，它是这个东西的一个 special case。那 special case 的意思是，我只考虑这种很特殊的集合。左边是负无穷大，右边是一个 b 区间。b 区间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有包含这一点的。如果写的是。 开区间就是没有包含，可以吗？我们就定义这样子的函数，所以这个是某一个 a 没有错嘛，哈，这是某一个 a，我只是考虑这种结构的 a。那在这样，在这种结构的 a 之下，这个函数是谁的函数啊？是谁的方程？这个 probability 带入这样子的特殊的 a 之下。 它就是小 x 的函数嘛，对不对？你随便给我一个小 x，我就可以建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集合，这个集合我就去量测它的几率，所以它是一个小 x 的函数，我定义成是大 F 啊，或者你要用几率的描述也可以，probability x 小于等于 x。那几率学家会告诉你，你知道它跟知道它是一样的，这两件事情是等价的。 那意思是说，既然它们等价，我研究它跟研究它是一样的，那将来我就从它出发就好，这样可以吗？那至于为什么一样，这个我们就先，我等下会下一次上课再提一下。概念上是研究它跟研究它是它它跟它是等价，意思就是说我只要知道你只要知道这个函数长什么样子，任何的这个几率你都算得出来。啊，那这个函数有什么好处？ 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 input 也是一个 number，你给我一个实数，我就可以给你一个零到一的数。哦，你给我实数，我就给零到一的数。这边是给我一个 set，我给你一个零到一的数。那最大的差异在于这里我的 input 是实数，output 是零到一。那这样子很多数学工具就可以用了，比方说微分，这个函数是可微的嘛？ 当然，在一些条件之下，哈，加它是可以做一些微分的，或是说一些计算差分，不可微去做差分，啊，可以做一些操作之下，它的研究就变得比较简单。那几率取向，几率学上告诉你，它跟它是等价的，所以从它出发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好处是它画的出来，你可以在 x y 轴上画出这个函数是可以的，所以视觉上会有一个。 很漂亮的呈现啊，它会是一个零到一的递增函数。好，我可以用一个图形的方式直接呈现这个 random variable 背后的随机性是怎么样去描述，这个图就可以做到。但是这个做不出来，你没有办法在横轴上画 set 嘛，对不对？这边的 input 是 a，这个 a 你要怎么描述？太复杂了，你并不知道怎么样，我到底要研究哪些 a 才够。 所以，当然源头出发是这个没有错啊，但是透过几率的理论告诉我说，研究它跟研究它是一样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当我们讲说我要去对这个 random variable 做统计推论的时候，我的标的就是这个函数。那这就是我们后面会讲所谓的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CDF。 CDF 好，所以讲了这么多哈，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在讲我要对一个随机变数做统计推论的时候，我要去对它做呃去理解、去研究它的时候，从统计的语言来讲，我研究的标的就是它所对应的那个 CDF，它一定有一个。 CDF 啊，这就是我的 target of interest，统计的标的。所以当我说对这个随机变数全盘的了解这件事情的意思就是我知道 CDF 长什么样子，你画得出来，那对这个 random variable 的研究就到此结束。 好，就结束了，因为它所有的随机性都可以从这个函数得到，任何 randomness 的那个量测的数值，都可以透过这个几率函数去计算出来。好，所以你只要知道这个函数长什么样子，你对这个随机变数就有全盘的了解。好，我并不是对它的数值感兴趣，因为它是随机的，但这个是固定的，这个并没有任何随机性，它就是一个 curve，我画得出来的。啊，它是一个递增的函数。啊，为什么递增？我们下礼拜再讲。 好，所以我们的问题的架构呢，好，这是我的 population，我有一个随机变数，来自于这个 population，它一定有一个伴随着的 CDF，一定有，任何随机变数一定有一个相对应的 CDF，啊，它的累积分配函数，中文叫累积分配函数。 那我希望能对它做统计推论，对它做统计推论，或是对随机变量做统计推论，背后的意思就是对 CDF 去做估计。好，再强调一次，对它做估计，啊，做估计。那当然，估计不是没来由的乱猜，你要有一些依据嘛，对不对？估计的依据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可以去估计 population 的行为？我必须要有 data，要有资料嘛，这是我们的资讯的来源嘛，啊，所以你会有 sample。 那我们就会有 n 个随机变数，这每一个随机变数都跟这个随机变数是来自于同一个 population，只是我抽了 n 次，对不对？我有 n 个样本嘛，哈、啊，那个小 n 我们常用来描述样本的数、样本个数，或是你可以想象成是资讯的量。样本数越多，资讯越多，啊，这个 n 就描述了你的 information 的量有多少。好，那它们当然也是背后来自同一个分配。 它、啊、也是有一个这样的分配，那我们还会做一些其他的假设啊，后面遇到再说。你的你的 sample 当然是 assume 跟你的 population 来自同一个分配，他的行为才可以推论它嘛。啊，样本要能推论母体的最大的条件前提在于样本必须是母体的缩影嘛，对不对？我不会去拿男生来推论女生，啊，性别不同造成不同的 population，这就不对了啊。所以你的资料也要来自于同一个。 population 的那个 CDF。好，所以统计推论的意思，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架构之下，就代表我希望根据资料，我要去做 inference。那 inference 的标的。 就是那个函数，就是这个。好，我希望透过资料，我现在讲的是很 general 的一个架构。啊，什么叫统计推论这件事情？就是我有一个 population，我知道它有一个 CDS，我想要去估计它，我从它去抽样。啊，我希望能根据这些资料点，这 n 个 sample。 我去回推 population 的意思就是，我希望能透过资料，你把这个函数画出来了。啊，简单讲白话就这意思。你给我资料，我给你 CDF。好，最 general 的框架就是这样。你一旦能从资料转换成 CDF，统计就做完了，就结束了。啊，我对这个 population 就全盘了解了。啊。那这样子讲。 事情很容易啊，但是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啊，很多困难。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从这么 general 的一个架构之下，你会发现这个 CDF 它是一个函数嘛，我刚有画，现在没了哈，它是一个 function。所以意思是说，在这样的一个 general 的一个架构之下，我要估计的标的是一个函数，同意嘛？对不对？它是一个 function、啊。好，那什么叫估计函数啊？ 意就是我给你 n 个资料点，请你把它画出来嘛，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嘛。那所以既然要能画出来的意思就是，你要能在这个 x y 轴上，你随便给我一个 x，我就要把这个函数估计出来。我加一个帽子 hat 好，代表它跟 population 不一样。所以你随便给我一个点，我就要有一个相对应的高度嘛，对不对？ 这叫估计函数嘛？你给我 input，我就要能给你 output 啊。所以意思是说，这个函数不管怎么样，你要把它画出来。那既然能把这个 curve 画出来的意思，就是这么多个 x 之下，无穷多个，它所对应的高度你都要知道，同意吗？同意吗？哈。那意思是什么？从这个观点来讲，从这个观点来讲，我的未知的量是多少？统计就是在对未知做估计。 做猜测嘛，对不对？所以我等于是拿我的依据是什么？这样本，这是我们唯一有的资讯来源啊。这是你的资讯，资讯量，资讯量是有限的，最多就是 n 个嘛，对不对？n 个资料点，除非你钱够多，你就再抽嘛。那怎么样也是 finite。但是在这样的一个 general 的架构之下，你发现我要去估计的那个东西。 它的未知量是多少？啊，无穷多嘛，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昂 n n o n 的方式嘛，对不对？未知量是无穷的，所以你拿有限的东西、有限的资源要去估计一个无限的未知的东西，不是说不能做了，会怎么样？做的没那么好，可想象嘛，对不对？大概不会做的太好。 特别是你的 n 不够多的时候，什么叫做不好？做不好是什么意思？同学，什么叫做不好？统计学里面的做不好是什么？我们学过深统，大家学过两种观念，一个叫做 unbiased，有没有听过？unbiased，什么叫 unbiased？啊，对了，翻译我知道了，什么意思？不偏是什么意思？ 平均上会命中目标嘛，对不对？期望上了，如果我这个实验我可以重复好多次的话，它加总的 average 要正好命中我的标的，这叫 unbiased 嘛？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啊，consistency，对不对？什么叫 consistency？就是讲准不准，准不准嘛？够不够准？不是刚刚那个 unbiased 那个偏误的。 啊，就是它的随着样本数增加的时候，你的 variance，我们讲统统计学里面在量测这个 variation 的这个 term，我们会定义叫 variance，f a r i n c e 会不会随着样本数增加而越来越小嘛？这是合理的嘛？没道理，样本数越多，你估的 variation 越来越大，不对。啊，就是说你 n 够大的时候，除了够准之外，还几乎没有 variation，就是就停在那个点上，完全命中目标，而且没有任何的 variation。啊，我们希望大概有这两种观念了啊，所以做不好的有两种想法。 它是偏的，或它的 variance 不够，不够，不够小啊。那一般来说，统计我们在做统计推论，大概都是 bias。实际的问题上啊，啊，你会发现，当你上完课这门课，你会发现要做到 unbiased 其实蛮难的，不是这么容易。所以我们通常我们追求的不是 unbiased 啊，我们追求的比较像是 consistency 啊，那个我们后面会再定义。那所以不好的意思就是它可能。 呃，有一点点误差啊，variation 会很大啊，通常比较倾向这样的讲法好、啊，所以它不好，理由就是因为样本数只有 n 个，但是你要估计的量是无穷多，好、啊，那你如果就这样做也可以，那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 nonparametric method 无母数，有听过吗？就是我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拿到资料我就去画图啊，画图这件事情我们什么时候做过？ 根据资料画 CDF，CDF 是什么？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累计的概念，对不对？它是一个从几率上来讲是，它差不多就是 probability 这个嘛，对不对？小于等于特定数的那个量是多少嘛？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什么时候接触过这样的东西？每个人都一定做过了。你在什么时候？ 老师给你一一笔资料，请你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有没有画过那个累积次数分累积次数的图啊？应该在小学对不对？有吧？去 count 说，哎、欸，在在这个类别之下累积到多少，就一条折线图这样連,连连连连连嘛。有吗？同学有没有？累那些我中文忘记累积次数分配图吗？还是累积的长条图，类似这样的概念？ 好、啊，那就是最早的统计分析了，统计估计的一个手法。资料来的时候，你做某种的直方图画过吧？有吗？直方图的累计就是大概就在做这件事情嘛，只是说你把它再除上总数就变成几率嘛，不然就只是 count 而已嘛，对不对？啊，好，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nonparametric method 啊。这样的结构之下，你可以想象成是一种无母数的概念。 那当然，你可以这样做啊，那是我们刚刚讲过哈，你会遇到的问题就在于这个东西的结果通常不会太好啊，不会太好。好，所以改进的方法是什么？统计学家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这边的问题出在哪里啊？问题出在未知太多了，你完全没有给他做任何的结构上的限制，你就说啊，它就是一个。 arbitrary 的一个 CDF 啊，在这样的架构之下，你要估计的东西太多了，可是你的讯息是有限的，所以这样的推论做不好。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那我给这边一点限制好了，不要这么麻烦嘛。那什么叫做给他一点限制式？比方说，我觉得，哎、欸，一般来说这个走势差不多，可能像应该是这种走法哦，或是比较像是虚线的走法，你可能。 在你那个领域有一些 domain knowledge，告诉你说，哎，这样的问题可能有一些特定的 pattern 存在，你有一些知识嘛，啊，或是你去观察，你可能用这样的资料，先用小学的方法把那资料画出来，发现，哎，差不多跟这个我现在画的线差不多嘛，那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更精简的一个函数来描述这个 CDF？我不要给它任何的随便跑，我希望能在某些结构之下。 在某些限制之下去做推论，那一旦做了限制之后的意思就是未知的东西可能变少了，我需要做推论的那个标的就变少了，那我的推论就可以做得更精准一点，可以吗？白话文是这个意思。好，那这样的东西在统计语言就叫做建模型 （modeling）。好，建模型，建模型大家一定做过，对不对？我们学生统都是一堆 model。 生统里面做过最长的 model 是什么？最常使用的模型是什么？统计学一啦，啊，我们讲统计学，初等统计学里面最常使用的统计模型是什么？啊，什么什么,什麼服从常态分配嘛，什麼什麼服从常态分配嘛，所以 normal distribution 就是一个 modeling 的概念嘛。我承认我的资料长得像常态分配，但是常态分配有很多种嘛，对不对？ 各式各样的常态分配嘛，我们在描述常态分配的时候，需要知道什么？它的 mean 跟它的 variance，描述它的 location 跟 dispersion，对不对？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建模型的过程，或是你叫参数化。好，所以所以 modeling 的概念就在于我去对这个函数做一个精简的描述。那精简不是全部去指定了，我要还是要留下一些一些未知，那些未知透过资料来告诉我。 啊，所以建模型的标的是什么？我对谁建模型？对随机变数吗？不是吧？对随机变数所对应的那个 CDF 做模式的建立，这是我的推论的标的嘛？我对它感兴趣嘛？我现在没有办法直接估计它，因为未知数太多了，所以我对它做一个精简化的过程，我对它做模型的建立，啊，那叫 modeling。 好，modeling，所以我都会写一个等号，上面放个 M，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等号不是数学的等式，这个等号是来自于你自己的信仰。我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我大概知道可以怎么做。它大概要是常常态分配，只是那个 location 在哪我不知道。好，我认为它应该就是某一个特定的形式，但是会有一些未知的参数。 好，这个过程叫 modeling，或是参数化，parameterize。Parameter ized, 比方说常态分配的时候，常态分配的时候，我们在学的时候，我知道它的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 长什么样子对不对？等于二派。 所以差不多的意思就是，我告诉你这个函数大概要长的是类似这样的行为，它会有一些未知参数，这里面的未知参数代表常态分配的那个缪跟西格玛平方嘛，对不对？我的未知参数来自于这一个、这一个还有这一个，好，所以这就是我的参数。 当然也不见得是常态分配。好，我们学过很多分配嘛，在生统呃是初统里面，常态分配啊啊，指数分配啊，Bernoulli 啊，Binomial，Poisson，exponential 啊，大概就这几个，我们在初等统计学会接触过的分配啊，所以 distribution 分配，那意思就是我是对这个这个分配函数做模式的建立嘛。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也是要是一个分配函数。我拿一个已知道的、已知结构的一个特定的分配函数来对它做模式的建立。我承认它就是它。那这个承认的过程之中，我还是留下一些未知。那个未知透过未知参数来描述啊。这个参数 parameter 是 are n o n 的。 With unknown parameter data，这这个小 f 跟那个大 f 还不一样了啊，这个小 f 的积分才是它。那我们先不管，我直接举个例子给你看啊，就是说你过去学过那些分配，所以参数化的过程就是我知道这个函数的 functional 的 form，它的函数的行为，只是某些特定的参数不知道。那意思是说，一旦我连参数都知道了，那这整个函数我就是完全知道嘛，对不对？这句话可以接受吗？ 经过参数化之后，我对这个 population 唯一不知道的东西就只剩下这个参数，同意吗？啊，参数化的过程，所以你可以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得得到的最大好处是什么？未知量大大的递减，对不对？本来是无穷多个，被擦掉了啊，现在剩下有限个，比方说常态分配里面只有两个。 mu 跟 sigma 平方未知。那你一旦知道 mu 跟 sigma 平方这个函数，我就画得出来。它就是一个以 mu 为中心的对称的一个曲线。它的这个 dispersion 是透过 sigma 平方在描述的，对不对？那以后你就会知道这个函数的积分就会是那个大 F 啊，积分出来就会是长得像是一个 S shape。啊，这个后面会再讲哈，我们只很快的先 review 一下。 好，所以你会发现，建模型参数化最大的好处在于降低未知量。所以模型一旦是对的情况之下，我需要估计的标的就只剩下这个未知参数。啊，所以在参数化的模型之下，我的统计推论的重点是什么？你怎么样用资料告诉我参数的数值是多少？啊，而且这是有限的，一定是有限。如果它无限就没意义。 如果参数是无限，那就直接估原始的那个未知函数就好了。好，所以参数化最大的优势在于降低未知量。那既然这边变得有限，所以 n 很大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的是，我需要估计的标的变得很少的时候，最大好处在于我最后的那个 variance 估计式的 variance 变异就会很小。好，会估得相当精准。好，相当精准。 那所以，我为了做到这件事情，你要能找到一个好的 model，的意思是是什么？我们的头脑里面，你要有足够的分配的知识嘛，不能只有常态分配，什么都常态分配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要去学习各式各样的分配，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可能用什么分配比较适当？比方说连续的时候用常态，比方说 count 资料的时候，count 资料会用什么？ b e n u l i b 松、n 努利、i 项啊，类似这样的结构啊，恒正的资料可能就不适合常态，要用 exponential，者后面讲的伽马，有范围的分配可能是贝塔啊等等，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充足的分配的知识库啊，你要知道各式各样的分配的特性啊，所以我们的第二个主题就在研究这个各式各样可能的分配，我的 topic two。 就在研究，我们会学习哈各种可能的分配，还有它的相对应的性质。你要知道这些事情，将来遇到资料的时候，我才知道该挑哪一个来做我的模式建立嘛，对不对？好，这是 Topic Two。好，所以我们的 Topic One 在讲会 review 的是 probability theory，还有 set theory。Topic Two 会去研究这个分配的可能的。 选择好，将来你才可以做 modeling <coughs>。那当然，modeling 不是万能的。我们现在讲的是它的好处，对不对？那它有缺点的，它有没有缺点？这个过程有没有缺点？一定有，天下有没有白吃的午餐。我损失了什么？你一定要付出一些代价嘛，对不对？我们付出什么代价？做模型。 的代价就在于模型不一定是对的，对不对？你怎么知道这是常态分配？我们讲身高常,常拿常态就不可能，因为常态会有负数嘛。理论上来讲，它的 domain 是正负无穷大，常态分配是可能正负无穷。我们常,常拿常态分配来描述身高，这件事情本质上就有点问题了。但差不多啊，差不多，因为它确实身高比较像是 bell shape。但如果讲的是另外一种，比方说呃呃生病康复的时间。 这一类资料就很不适合常态。好，如果你有学过 survival analysis 存活分析的话，这一类的资料都是 s k e w e to right。s k e w e to right 什么意思？这个生初懂应该学过右偏嘛？右偏是什么？右偏是尾巴在右边还是左边？尾巴在右边嘛，会有很多极端值嘛，对不对？所以这种分配就不适合拿来当用常态分配做描述，比较适合是什么？伽马，exponential。 w e i b l lognormal 啊，这些东西我们后面都会提到啊，就是这些可能的、possible 的分配啊，我们在 topic two 里面会提一下。那 topic 三会讲的跟之前差不多，但是会把问题延伸到两个随机变数。我们刚刚现在讲的是一个 x 了，那你可能有另外一个 y 啊，这样子的 random variable 之间的行为啊，它在 population 上会有一些什么性质啊？这是 topic 三。 好，那所以这门课当然统计不见得一定要做参数化啊，但是这门课的重点是 focus 在整个参数化的统计课应该怎么做啊？所以我们后面都会去做这件这个假设，假设你的 population 的 CDF 会服从某一个特定的函数的分配，未知参数之下，请问你资料怎么样去推论未知参数啊？所以在这样的结构之下，我的标的哈，我的目的。 统计推论的目的在于，你给我资料，我怎么样去猜这个东西嘛？怎么样从它到它了，可以吗？统计推论的，简单讲就这句话：你给我 sample，我给你参数的估计值。好，如果这件事情结束了，你就做完了。好，这就是所谓的 inference。就是我现在写。 <coughs> 好，所以所谓的 inference 的意思，其实就是你去找一个函数，它是 sample 的函数。这个 t 不知道怎么样哈，你给我样本，把它带到这个函数，它用来去估计未知参数啊，这就是统计统计推论。 好，在这样的结构之下，这是所谓的参数化的模型啊，parametric method。好，参数化的统计方法之下，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你给我资料，我去找到一个 t 去估计未知参数。好，所以我们在 topic four，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样本的函数，对不对？ 这边是 population，这边是 sample，这两边最大的差异在于这边是看不到的，这是我们自己想象的、假设的，这边是看得到的，我要用,用它来猜测它嘛，对不对？好，所以我实际上看到的是我的样本，每一个样本都来自于我假设的那个分配啊，所以在参数化的模型之下就是这个。 所以样本是随机的吧？当然是嘛，样本是 random 的，对不对？样本是 random 的，这个 T T 是样本的函数嘛？random 的函数当然还是 random 的，除非你给我一个没有意义的函数，比方说永远都等于三啊，这个没有意义的 constant function 这不管了哈。In general 而言，random 的东西进入函数还是要是 random 的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random 的时候，我要怎么样知道这些东西的性质？ 这很重要，因为我要用 t 来推论 theta 嘛，所以它到底能不能好好的估计它来自于这个 t 的统计的性质、统计的行为，它的随机性是怎么样的？啊，比方说它的分配是什么，它的期望值怎么算，它的 variance 是多少？这些 randomness 我们去描述一个 random 的一个 estimate 估计是的好坏的时候，我就是要去对它做通盘的了解，所以它也有一个它所相对应的。 CDF 一定有，因为它是 random 嘛，所以你要知你要去问的是这个 t 到底能不能好好的估计 h e t a 的时候，我就要去问说，哎、欸，那在某些 t 之下，这个东西你知不知道？还有由它衍生出来的，比方说，我先写了哈，期望值是什么？variance 是什么？ 这些东西你要会算嘛，我才有办法去评估这个 random quantity 的行为，对不对？好，所以第四章，呃、嗯，对，topic four 在研究的就是 random sample 的行为，啊，第四个主题。第四个主题会 focus 在 random sample 的行为。 那这边讲的是不仅仅是 random sample，还有 random sample 的函数，啊，就这边东西它会怎么样？它有没有什么 statistical properties？啊，它所 induce 出来的，它所衍生出来的一个 random function，它的行为又会怎么样被决定？在某些特定的参数化模型之下，因为我现在做了 model 嘛，我对这个 CDF 做了一个模式的建立，所以不同的模式建立之下，这个 T 的行为会不会不一样？会哦。 不同的 model 会有不同的性质，model 做得越强，你的 T 的性质就会越好嘛？合理嘛，哈，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会在第四章来研究一下啊，在不同的 model 的结构之下，random sample 的行为会长什么样子？啊，它有什么性质？啊，第四第四章。那接下来哈，我们已经把 population 介绍完了，这是在做问题的描述用的。你拿到你一定会面对一个 experiment，一个一个你感兴趣的实验啊，等等的。 那这个东西，你透过几率的模型描述完之后，第二件事情你收集资料，你对你的 sample 也有一些充分的了解之后，接下来就问我要怎么样去推论 data，这边才是真正开始做统计嘛，对不对？到这里为止都还没有统计啊，这边是几率嘛，这里严格讲也是几率，我只是抽样嘛，抽样的行为啊，抽到就抽到也没怎么样，这个回去才叫统计。 所以这一步回去，怎么样从样本回到 data？这边就涉及到你到底要做怎么样的统计推论。所以我们在过去学过两种统计推论，三种啊。最直接的叫做点估计 （point estimation），另外一个叫做 hypothesis testing（ 假说检定，然后跟假说检定相对应的叫做区间估计，大概就这两类。 好，假说检定跟区间估计，我们就把它归类为同一类啊。我再教也是这样教了，它的观点差不多，只是有一个 few point few point 不太一样而已。点估计或区间估计啊，差别在于一个是点估计是，我没有任何先验知识，请你告诉我 data 的可能数值是多少，这叫点估计。那假说检定是什么？大家一定操作过嘛，对不对？有吧？t test，假说检定。 hypothesis testing 跟 point estimation 的差异在哪里？排名我没有问信赖区间，我只是问假说检定这件事情跟点估计最大的差异在于，假说检定你是有一个预先先 prior knowledge，我问你说这个 theta 会不会等于五，你有一个五这个数在你心里嘛？点估计没有，点估计是我没有任何猜测，根据资料多少就是多少。 假说检定问的是，哎，这个参数有没有可能是三呢、啊？它有没有可能大于五啊？你有一个预先的想象好的一个描述，我只是问说这个资这个描述根据这个资料有没有可能发生嘛？啊，呃，来一个母体的期望值可不可能等于是三？这个药有没有效？有没有效就是相减是不是零？啊，通常是这样描述，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两种不同推论方式，但是不管怎么样，标的都是 data 了，啊，只是你问的问题的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这件事情知道之后的下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哎，那那个 t 要怎么找啊？这个 t 怎么来的？根据不同的问题，比方说常态分配的 mu 怎么估计啊？平均数。 为什么会用平均数？为什么是平均数、嗯？对称就可以用平，那为什么不用中位数？中位数也不偏啊，中位数正好命中啊，它是对称的、欸。或是我用 mode 最高点可不可以？发生最高数值的那个点也是 mu 啊，对不对？它是以 mu 为最高点，然后左右对称嘛，那为什么是用平均数？刚后面两个为什么不行？ 好算，电脑会帮你算的、啊，有什么难的？你真的自己什么都自己算？不可能，你一定也没算过吧？对不对？现在资料分析谁在自己手算？为什么是平均数？就是这些东西有流传到现在，我们大家都这样学。生统啊，我们用平均数估计常态分配的 MU 那如果换个分配，还是用平均数吗？这个问题跟你的 model 是有关系的。 那就涉及到你有没有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一个框架，告诉我说，任何模型之下，我都有一个一套机制告诉你估计是怎么找。那不然这样，你说平均数，他说中位数，那谁说了算？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好？常态分配的 mu，我要估计 mu 的话，用平均数好还是用中位数好？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定是平均数比较好啦，不然不会在神统就这样教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比较好？什么叫比较好？什么叫比较好？我们刚刚大概提过一下，我们在统计学里面比的就是 f a r i r n c e 嘛，大家都是 u n b i a s e 的时候，我们就比比看谁的 f a r i r n c e 比较小，对不对？所以大概你可以哦，你大概可以想象的是。 平均数的 variance 会比中位数的 variance 来得小，他们都在估计 mu，但是 mean 的 variance 可能 mean 这个 mean 啊，sample mean 跟 sample median，他们都在估计 mu 嘛，对不对？这两个都是样本的函数嘛。 所以他们都是随机的，他们就会有自己的 f a r e n c e 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它的 f a r e n c e 比较小，所以一直以来常态分配之下，我们就这样教，你就用样本数平均数去估估它就好了，对不对？大概是这样。那有没有比它更好的？如果我知道它比较好，没问题，那我们就用它好了。那它会不会是最好的？如果它不是最好，我们干嘛用它？ 那就是有更好的咯，那我们用更好的不是更好吗？这个逻辑听得懂吗？我们在找估计式的时候，不是你突然蹦一下说啊，我们就用它来试试看好了，哎、欸，估得准就用它，没有这么简单嘛，对不对？这些东西统计学向发展下来是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在的。我怎么样去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涉及到第一个怎么找估计式，找估计式的方法就不止一个，我们会介绍两种。好，有各式各样的找估计式的方法，这门课会介绍两种。 那我们会进而验证说，哎、欸，既然你知道不同估计式的找法，那下一个问题是谁比较好，谁比较好的问题啊？怎么怎么比？就涉及到怎么样去评估估计式啊？怎么怎么样去评估估计式的好坏？那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想象，大概是透过它的 fairness 的大小来评估啊。那进而我们会回答，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我还可以告诉你，它为什么是最好？它为什么是最好？所谓的最好的意思就是。 你找不到另外一个估计式的 v a r i a n 上来的小。那这些事情在统计我们这个架构之下，啊、哦，是可以把它说的比较清楚的。好，所以这些问题，啊，好这是第一个，这边是讲的是点估计，啊，第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讲的假缩检定。好，你都会看到这样子的。 举例了哈 <coughs>，好，类似这样的叙述嘛，对不对？这边是点估计，假说检定。那假说检定怎么样弄它？怎么样去执行它？我们在执行假说检定的那个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什么叫假说检定？很直觉的话，你给我资料，我要告诉你什么？有没有？有或没有嘛？所以。 结论是一个零或一，yes or no，拒绝或是不拒绝，对不对？所以假说减定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 T 嘛，你给我资料，这个 T 的 output 就是零或一嘛，对不对？这边的 output 是一个数值，你给我资料，我给你，比方说 sample mean，好，我给你 sample median，他们的 target 都是 mu，那这里的 target 就是你的 T 出来是属于啊零或一。 告诉我你的 H 零是要拒绝还是不拒绝？所以它一样是在这样的架构之下，它是一个 sample 的函数，它只是它的 output 是零或一。那这个 t 怎么找？我们那个书统教过的那个 t test 怎么做？怎么样去 reject H 零啊？好、哦，咱在 x 八间。Bar 缪0除上根号 n 分之 s 绝对值大于，比方说 z 一减二分之阿尔法，那 z 的话应该是 sigma 平方的啊，那如果不是就是 t 嘛，对不对？t test 是在根号 n 分之 s 大于 t 自由度 n 减一二分之阿尔法，α, 对吗？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就是一、e、嘛，拒绝 H 零，它。 没发生就是零嘛，啊，这东西怎么来的？解释叫做标准化了，啊，为什么这样做？这怎么来的？老师有没有教？应该是没有啊，因为这是这门课的问题的的目的嘛，对不对？申总不会教这个，申总就说、是、哦，我们就这样做，因为它叫标准化，观测减期望除上变异开根号，大概就服从 Z 或是 T，然后就擦掉啊，就结束了。那、啊、这东西怎么来的？ 一样的问题是有没有一个大大的框架，不管什么问题来，我就是这样做，然、啊、后这这这个只是产物，有没有一个既定好的流程？你给我资料，我就用这个方法，它就会衍生出在各种不同的模型之下，会有相对应不同的这个做决策的方式，啊，那这样的流程的统计性质怎么样去研究它？啊，这就是第二个主题，好、啊，所以 topic 五六七。 我们再回答就是这两个问题，好，怎么样做点估计？怎么样做信赖区间？怎么样做区间估计？做完之后怎么样去评估它？它会不会是最好的？啊，等等这些问题，哈，在五六7会做一个探讨。 我就把它上完了啦，我们就不休息，大概在十分钟就结束了。好，今天就这样。好，好，所以到第七个、最后一个主题要讲什么？最后一个、第八个主题。好，我们一共有它有八个 topics，一样是围绕在统计啊，统计推论。这门课是统计推论，所以这门课最重要的就是那些 t 的找法。 好，围绕在这个 T，怎么找它？怎么评估它？怎么研究它？啊，所以简单讲就是，当你 T 找到之后，T 的性质怎么去研究？好，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我们会教你找方法的那些机制。那找完之后，在不同的模型、不同的问题之下，会有不同的 T，啊，不同的 model、不同的问题会有不同的 T。那不同的 T 就会有不同的统计性质。那研究统计性质这件事情其实很困扰我们啊，就是你后面会发现其实没有这么容易啊。就是比方说，什么叫研究统计性质？讲的比较 general 的意思就是我要知道 T 的分配。 我要知道 t 的相对应的那些 quantity、population quantity，它的期望值是多少？它的 variance 是多少？啊，它的 quantile 啊，它的 median 等等的量。那这些东西其实没有这么好算，理由是因为通常 t 的分配不见得知道，不见得知道。好，你不见得算得出来。我们会有一些技巧告诉你，在某些特定情况之下，这样的 t 的行为我是完全知道的。比方说 sample mean。 在常态分配之下，它还是常态分配，对不对？这应该有学过吧？中央极限定理那个东西类似了哈。mean 是 mu，变异变成 n 分之 sigma 平方，这个应该看过，对不对？有吗，同学？有吗？哈，这是很特例，那不见得什么时候都这么好。如果 T 复杂一点的时候，T 的分配你是不知道的，你没有办法透过一些我们现有的技巧告诉你它的分布长什么样。那、啊、你没有分布。 后面的一些量可能就不见得可以算出来，那就告诉你说，在很多情况之下，研究 T 的统计的行为这件事情是无解的。应该说，我要去完全了解 T 的 exact 的行为，它真实的分布长什么样子，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还是想要去研究 T，那怎么办？那就要换一条路走。那这里所谓的换一条路，就是我在问的是，诶，那。 我如果今天样本数够大的时候，他的行为会不会变得比较容易去研究？好，所以下一个问题是，如果 n 能够大的话，那就涉及到 t 的，我们叫、a、s y m p o t i c s s y m p o t i c a s y m p a t h i c s t 的大样本性质，我不见得可以知道 t 的分布，我不见得可以知道 t 的期望值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当样本数够大的时候，它的分布大概长什么样子啊，它的期望值大概可以靠近什么量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在 n 固定的情况之下是无法回答的哈。但是你会发现，当 n 够大的时候，这些事情是有一些是有解的，有一些是有解，我是可以知道的。 那这边就会涉及到一些几率的工具啊，中央极限定理、大数法则啊等等的东西。中央极限定理 l o w of large numbers，啊，这两件事情是我们最常使用的几率工具。还会有一些不等式好那那我们不管。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原始的东西做不了啊，在 n 有限的情况之下是做不动的。啊，但是你会发现 n 到无穷的时候。 这是另外一条路，告诉我他一个近似的，好去逼近他的一个行为，我可以大概了解他的状况怎么样。虽然说大概哈，但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软体都是靠这些事情在运作的。你如果去跑一些 SAS 啊，哈，给你的 P value 啊、f a r i a n c e 啊，都是大样本之下的结果，因为没有办法算出 exact。好，能算出 exact 的量的 case 很少，好，少之又少，大部分的情况之下，都还是得透过逼近。 一定的行为，我们才可以给出一个实际的数值。好，所以这是 Topic Eight 第八个主题。好，第八个主题，我们会等于是在整个这整个框架之下，我们再来把统计推论这件事情再来看一次，但是是用另外一个观点。当你的 n 到无穷的时候，t 的统计性质可不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 好，这样可以吗？Topic eight，那好，整个流程大概就是这样。哈，我们有八个主题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大概用这个图，啊 s u m m a r i z e 一下，就是大方向是这样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补足这些细节。那中间当然就会涉及一些数学的证明。哈。那我能我会教只黑板上的，就代表你应该有办法模仿我的方式把它算出来的。 太麻烦的，可能需要牵涉到更进阶的什么高维那些东西，我们就跳过啊。大概逻辑直觉对，我们就先过去了啊。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啊，就是我希望你们能有一些呃理论的 background，ground, 知道这些方法为什么这样做啊。生统一、e、为什么要这样学？这些东西为什么这样给你？你大概要有这些东西啊，将来才可以去呃正确的使用这些统计方法啊。好，然后呃这学期有几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哦、这个我们现在上课的过程会。 录影，所以到时候会放在 YouTube 上啊，所以你可以回看，好，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机制。那再来一个比较麻烦，就是我们现在一学期变十六周，对不对？十六周，照往年的经验是十八周，扣掉考试都上不太完，就是最后会上的比较赶，因为有时候遇到放假。那这学期我看了一下，好像没有遇到放假，所以我们可以上满十四周。那我是打算上满十六周啊，所以最后两周我会继续上课。 就是把我该上的教材上完一遍，反正就就录一次嘛，正好要录影，所以我就正好把它上完。那最后两周你当然可以不要来了。那考试我们当然还是跟着学校走，所以就是第八周、第十六周就考试啊。所以考试的材料就看上到哪就考到哪。那最后两周就没办法考了哈，所以那就是我会把它上完，那就看到时候再说，这样可以吗？好，就是刚刚八个主题。好，同学有问题吗？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